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刺绣工艺与设计的课堂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刺绣呢？第一，它可以陶冶情操，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静心去绣制一个小物件，点缀生活，是一件修身养性的乐事。第二，学习现代商业刺绣设计，可以让你在现代文创设计、纺织服装产品设计中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。在我们设计行业里面，懂文化、懂设计、懂工艺、懂商业的设计师才能成为行业里面的佼佼者。我们的课堂通过线上学习、线下操作、随堂练习、项目实践，进行刺绣历史解读、刺绣设计表现、设计实践、产品赏析四个情景的教学，帮你从设计小白到设计高手的提升。课程集结了国家非遗传承大师、知名企业设计总监、资深设计师与行业大咖面对面，一起带你走进国际视野的刺绣产品设计世界。同学们，快来加入到我们的学习吧。